好，欢迎。你还是坐着，你还是坐着，算了算了。好，欢迎回来收看今天的《八友炮戏》。那今天呢？哎，我们下一位对手是谁？阿B啊。基隆东。阿B刚坐很久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战绩表。好专业啊！好专业啊！哎，把我的分数应该反了吧？哦，卢比。二比零，对，我都二比零哎，好没有，左边看过来哦，没有啦，你有赢那个啦，一啊，那个 Euro 啊，哦，就只有赢 Euro 一个灯而已，傻逼是一场、啊，一个 set 一个 set， 你没有，他没有傻逼是，差点赢，差点赢，啊，所以呢，那个接下来那我们就安排啊，金融东已经就定位了，就阿 B 啦，那就阿 B 啦，就阿 B 了，我一定要雷蛇的摇杆啊，你很烦哎、欸，你要打方哦，还是你要打鼻子？来看说来，反正打不赢，有差吗？你好，你先问他就好了。我可以先跳出去。我这次我不知道怎么用啊，这是谁的？我坐这边，让贝特镜头打。好，他会说是哪个？不是哪个？他会叫你选老三啊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坐一下，一样被打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可以换，我可以。这个，我玩老三啊。我没有玩，我没有练老三。那就选一样摔技巧 ，Birdy 啊。Birdy 好哦 ，Birdy 选 Birdy， Birdy 啦 ，Birdy 啊，怕翻哦 ，Birdy 啊，怕小丑 ，Birdy 啊 ，Birdy 啦，我都可以选啊 ，Birdy 啊 ，Birdy 啊，啊翻啊 ，Birdy 啊，叶子说翻哦，叶子说翻啊 ，Birdy 啊，叶子说翻 ，Birdy 啦，反正你选什么我都过瘾了，有在啊，这个都很凶，这个都很凶，我到底是什么爆出来的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距离还有吗？那是什么？Lord Bison 啊，表格就是那个啊，他说喜欢的东西啊，不是我知道爆出来是那个确认力，确认力是什么？确认力就是玩家的确认力哦，确认力啊，脚就送出去飞了。你混，我只要两分钟都可以解决你啊，两分钟只有一分钟而已，他说两个灯啊，先后了，哦，他是说两个灯是不是？但其实方也可以玩得很好动哦，你看他 B 玩。角色看不懂啊！你真的看不懂这个角色。你先分辨出路，挡住还是要充足啊？哎，确得到哎！哎，金融东你在扣血啊！快去拿血！你拿血呀！你现在知道我打他的压力了吧？啊，有啦，加他自己可以进去啊！妈的！又中毒，又中毒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哦。打不去，打不去！哎，这是专门打 match 啊，这个。还在控起来。有了，有了。好，有了，有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。哦。哎呦，这跳的刚好啊！看到在跳。哇，你都解帅，全全来都解帅，很快耶！我会觉得蛮快的。哼，我也觉得选技很快，很快耶！马的加法还是很强势的，对啊，可以去啊。百合德，不是这样吗？我靠，这个角色好难看懂哦。好玩的、欸、我觉得角色棒，对不对？有趣，好玩的。但是如果你看阿 B 玩每一个角色都蛮有趣的，没错。好，想抓一个 ，escape， 有了有了有了，我神经病，一直用，很不好耍，有了。打运气的、啊，要爆了，要爆命了！我要被毒死了！哎，啊啊啊！你怎么在干嘛？你也不管我哪边，不管哪一边啊，他造局啊，对空的。哎，万一在后面怎么办？也会，他会转，他一样，自动换边了。本来就不要太打就好了。这角色好讨厌哦，这一只是不是？哎呦，怎么会做这角色出来啊？烦躁的角色，真的是一点烦躁的角色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他 B 玩，还觉得蛮有趣的。就是他啊，就觉得很有趣。可能对手是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有趣。你相信我，对啊，你相信我，当观众比较有趣。Excuse， 又中毒了，你看，不可防啊，那个毒挡住也会动哦。对啊。挡住又中毒，只是不会了解而已，但是会不会了解会中，水准啊，不缺啊，
就这个中陆海空的海，空中海两下，好险！啊妈妈，这对空也很好啊！啊，陆海空，陆海空，哎呀，只能接一下。集气又集很快，我发现他一直在丢那个，他一秒左右而已啊。哦，我怎么说他那个气条回收？哦，你说气条哦。超龟啊！不输不亏哦，赌不亏怎么打？输不亏哦。到啦，都是 baby 哦。进攻不会穿，不会挡的哦。停留时间好久哦，中了中了又中毒了，中毒了。这个角色到底打下来啊？莫名其妙啊，有点有趣哎，这个。我觉得今天大家看阿 B 完之后，这个角色应该会很多人练，很有趣、啊。相信我，没有几个练得起来，相信我。我看阿 B 完，很多角色都觉得很有趣，还是没错。阿 B 五代就练这个了啦。我要去打比赛用这个了啦，人机一体一定。人机一体，他选这个大概就死了，我觉得。你说还没出破我就死了，有可能。怎么可能会解决到出来那么厉害？这个好贱哦，还换边呢。这个有什么？滚啊音啊，滚啊！好，我们换 Tommy 跟那个啦，好，跟 Yolo 跟 Yolo， 这样我干脆就不知道我打完就好了。不要啦，换一下换一下。哇，超无聊的，方怎么打？你看我看是不是很难进去？我都没有进去，我还是完全，但是我仔细想，你看他打得这么华丽，打我看他的血都会跟你们就是会被打到，机会也是快。少因为他伤害量不高，伤害量不高，那你就看不懂啊。你冲过去打他一段，那就回家了啦。只要看得懂，应该就没问题。基本上就把他当作有毒的阿三，有点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一批 Yolo 选的是卡琳，好，二批 Tommy 选的是 Mika Rainbow Mika。什么时候会卡背啊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好像有 B 区个打背的时候会自己出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要 B 区个才打背。哦，你看这个就很关键啊。其他就只剩下管了。啊，那个 Mika 是摔地脚，哎呀，这边的连段失误了，这有够痛。不是啊，都 OK 吗？你看那是响吼拳。哦。打，那个脚打完是正的。攻吧，妮卡有两个轻拳击死的连段，直接 PP。打背解摔，哦，下中脚，哎，这个顶头顶没有顶到，哦，两，哎，这个算一格气还是两气？一格气而已。抖了抖了，打没踢到，哦，这个被空好了，哦，五 HP， 啊，可惜，好，对空摔。啊，都被踹掉。Tommy 持续用 Mika 的哦手脚优势哦，可是点不到、啊。超级中脚，中脚太 OP 啊！好，对空啊，好鬼王的对空头反应都要够快啊。五代角色相克的情况应该还是会有啦。阿 B 你觉得有吗？还是有，还是会有嘛？内许跟早上啊。对啊，这个太明显了。哎、欸，可是内许打将军好像没有
没有以前凯尔达将军那种好。将军跟四大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招式很多就差不多，但是完全不一样。多了一个 V 七可可以吸气功的差。啊 ，V skill 说错。你说那许多，我觉得那个不是。我觉得将军回来了。好，真的吗？对。好，这边沈月流奥义。好，哦，这伤害有点高。我觉得卡琳前前后后有点烦。好，这边直接哦，这个打背背的啊，可惜。好，点掉了。那个派生，奥义不知道可不可以确认，就赶快随便点点看，然后摆一下。啊，打六颗，厉害 ，KKK 啊 ，KKK， 靠呀！我刚刚那六颗都一起，你会打？六颗一起，那是挑衅啊！不是哦，六颗一起挑衅啊？对啊，你不知道？反击是 PVP 吧？没有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哦，每个人不一样啊！我刚刚我也不知道有反击，谁要上讲啊？我讲的。米卡的反击很帅，是哦。好，你说那个 V 轮手吗？有反击那就有差啦。SBD， SBD， 我直接加克。哦，他拍手没有拍中。米卡那个拍手是很好用，可是要够近。好，这边红米。前中脚也不错，前中脚浮空，前中脚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，米卡的呢？哦，米卡的，米卡的，我都不是说你的，哦，我看你最近打你的了，对。这两段踢应该也都有确破绽吧？当然有啊，有啦，但是要反应过来啊，现在就是大家都没对策啊。差不多啊，记得那个米卡的血量只有米卡血量我记得1000吧，他那么胖应该1000吧？我记得是1000。卡林比较少，卡林900。米卡胖在哪里啊？你看他大腿那么胖还不胖？卡没吹错，哦，就是这个啦，打背的，打背的，就是只要发动才会有，他一定要发动才能帮他打背。他发动可以打前面吗？空手跟跑后面去，很不错啊。他那个就有没有？那 V， 我就跟你讲，那 V 区可有启动啊。他是古灵机关枪啊。他你有时候就前面，有时候就后面啊，你也看不出来。少来，但你的话不能信，他明明可以在自己选择。我可以花一集做米卡，做那个卡林解析给大家听。做完优柔就干，一直被对策。做完他就换角色了。我就换了，我很多角色可以换了。妈的，死啦！哎呀，你接到了。先把那个表拿出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痛，这个痛。红发，哈，按太快。哇，直接指令头。他那个怎么看都是正的吧？正的。他踢完怎么样都是正的吧？正的。哇。签名还不错了，今天应该没有人玩签名。帅就帅，好，这个，哎呀，按错了，有了，嘣，努力啊，想跑。哎呀，又转错了，托米。又出不去了，又应该想掉了。哦，刚可以了。啊，好贱哦，又来了。感受多高？我没看过，不知道。嘣，还剩一点点。先凹一个大和夫子来。哎呀，指令头，指令头很贱呢。指令头还好吧？指令头很贱。你那个打背，我觉得比较贱了吧？我没有跟人家打到，就是用看的过。我没有去看过，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。可不可以他走到后面就他那个可以打前面吗？那你说那个可以啊？发动的时候可以打前面，当然可以、啊。那都给你玩就好了。对，本来就是都给我玩就好了。发动的时候，他们到后面才打你的吧？他有上面、下面、前面。他那个打背已经是最后派生的最后一下了，所以你们要去记总前面有几下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好看准了，第几下第二下、第三下才转最后啊。超级速解小神。
断，不中断。我没锤锤。哦，还打背，这很明显吧？因为你是正的啊，应该忍一下。卡林这种可无敌哦 ，EX 的 EX 当然啦，我花器的没人无敌。那你说那群花器都不会无敌耶？哎呦 ，Hunter， 哦，我都是。好，又按错。好，中段挡住，没锁一锁的是打飞妹啊，这是。好，打飞妹，有有有，看得出来，这看得出来。现在他走到用走了，走到后面去。锁一锁的。啊，有了。卡林好难玩哦。对啊，我跟你啊。啊，是吗？不是你跟有了。我跟我打过了。对，还你输了。但是不会往那边打死。是哦。我很快，你放心，很快被打死。好，关于那个观众有在问，可以挡，可以看得出来吧？要习惯血量的问题，我要回去查个表。我看看，我记得女生都是低于卡林九百啊，卡林九百，走的。米卡好像一千，米卡一千，对，没错啊。老桑1050，一千一吧？不是不是，没有1050，那一千一是谁？没有一千一啊，最多就1050。哦，你看1050还有一个谁 ？Birdy， 老桑，那 Birdy， 看体型也知道是 Birdy 啊。对对啊，他的肚子都不知道长多少。基本上 RB 玩大概就是一千啊，一千五、一千五、1050啊。方我觉得，方我记得也是九百，方我觉得是没钱的。方跟 Kami 都900，方一看就是贫血。对，他血很少。阿三也900，啊，方950啦。900太过分了，方跟没这么烂，还要给他900？给他900是有点那个。你看那个米卡那个图超小的。什么超小？下面那个表啊，无限弱啊，弱脚啊，没有。米卡是那个，米卡很强，好不好？米卡我觉得是强脚。那个表都参考用的假的啦，你看那群那个，给我圣龙拳啊！我没有圣龙拳，反正我不会玩那群，我就玩另外一只。孔神也一千一啊！啊，那开场用的梗，果汉尼泊用的、啊，很安全啊，除非对方锤子跳、啊。哎呀，误会啊！哇，哦，没有穿气功哎，那可以穿气功哦，还不错啊。PPP 是不是？还是 KKK？ 我不知道哪取的，反正基本上不是 PP 就是 KK， 就那么你可以六颗一起按啊，你可以六颗一起按。哇，有呢。那就连打就好，都没有目标。这个游戏没有什么目标。对啊。啊，不要啦，要开场丢气功而已。靠，我现在才发现背景的绵羊好多、哦。多了吧。这个好像是拿卡里的光背景，很必然。上面，哇，那个超贱，都好像那种情况应该都是直接剪掉吧？他下中脚很长，哦，这样子剪掉，哇，看到，哎，看不懂啊，我怎么能懂？啊！拿得起扣，来了！哎、欸，来、欸，哇，有了，而且，啊，啊，哦，老狗，老狗，不要欺负人啦，要不然他太胖的啦，要不然谁会知道他出什么东西的？他的无敌机就这个、啊，他下次用那个时候会屁股掉下来的时候提醒我一下，好不好？他就会大概三秒吧，三秒掉下来、啊。谁知道啊？他有分啊，有分，前中三种，前中后的，前中后，对，应该说前上后了，前不按后，三种。
前下货还是前上货？我忘了。前下货。这是我还没研究。哎，啊、可惜。不是啊。那像米卡如果在蓄力那个角的话，可以中途把他打下来吗？可以、啊。就他飞过来的时候。可以，可以啊。哦。其实他发生时间很晚。对啊，我是想说，有时候看到他集气，我就不知道干嘛、啊，想说看能不能直接把他打下来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顶到、啊。是要按中攻击以上吗？不一定，每个就看你，就看时间点啊。对，但是不好按，不好按啊！我觉得你音乐哇，哎、欸，我气功没事吧？打什么啊？你就乖乖打嘛，我这一单没有魔血死。啊，我觉得开场角刀，我们除了阿 B 之外，可能都会被观众惨电呢。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好像这一代出了之后，那我记得三创那边不是我们雷神啊，就是有半个，对啊，有半个比赛，有个看到几个玩家好像都玩得不错这样子。你说哪边的比赛？三创 ESR。哦，对，刚有反应啊！我发现一些玩家都玩不会啊，我只能用看的、啊。昨天八楼也有人玩得不错。如果严格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跟四代比起来，你硬要讲的话，它的上手度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就比较好上手，真的。第一，很多人对木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五代已经排除掉这个木鸦的东西，所以连段上大家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哎呦、啊，然后像这版的指令筒啊，你都是怎么躲比较好？没办法躲，要猜，要猜嘛，哈，没办法，就是你啊，你是用后后猜还是跳走？我用跳的，你用跳的啊？如果你跳的时候对手出攻击，你就被打了，一定会被打起来。对、啊，不能后后，这版后后会推，会被打汤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就是麻烦，就是在像米卡这种角色，就是亲手摸到之后可以连段，或者是打汤，或者是指指令筒，就很麻烦，就被点到之后，我就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办。防守其实还算不错。啊！没按，怎么在前面、啊？哎、欸！对啊，跟我的反应一样。好了，我以为他窜到后面去。那什么啊？又来了！又来了！又来了！不会的，太晚了。他一放那，我想完蛋了，我不知道他打哪里。好，阿明跟 Tommy 吧。是吗？优柔都打完了，我还有 RB 没打。那你先打 RB 好了，我休息一下。没要胜，气死我了，回家练。你都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什么时候出来我都不知道。搞偷脸的呀。第二个。我替，突然觉得很担心下一趴、啊。嗯，下一趴观众进来挑战，主持人。不要笑我们阿 B 啊！你们老是都塞他一个前面、啊，就阿 B 一个挑战全部了。就阿 B 啊，我们就交给我游戏时间。观众我厉害。没有，我们可以先下班啊。阿 B 一个 hold 全场，剩阿 B 一个 hold。我知道。我放了，我还没打过放。不要啦，我要看这个。Birdie 啊！哎呦，妈都给你。不要了，他屌我你。我觉得卡琳比较有力吧，卡琳有力，屁呀、啊，真的，卡琳有力。我觉得啦，不知道，托美森龙拳，他是有个烂铁链，跟烂铁罐，烂香蕉，什么都烂，呛也中，这样可以连断，香蕉还可以，不要下中脚。那管家有没有机会变一个角色啊？哎、欸，有点难。铁拳一样，有点难。铁拳没有塞八十七吗？有啊，有类似的。哇！哇！哎、欸，怎么来回没几下，有口就快死了？他是立回被打死的，你有发现吗？他进不去，他那立回就直接被打死了。他就会直接被设陷阱啊！他被杀了就直接被打死。好，有没有拆掉？没有拆掉。有的。这个没解呀、啊！我没水准，这个不能解啊！哦，
你超痛的吧？这个中了铁罐吧？这个哇！摔机，摔机！我知道是摔机，但是他丢那个啊！我跟你讲，他刚飞过来的时候你就放 CA， 跳起来啊！你 CA 打一般会踩到香蕉皮，我跟你讲真的。哇！你一跳起来被电中铁链，解无解？开龙，开龙算了，开龙。可以把它打下来吗？轻的把它打下来。摔机可以打下来吗？可以打下来啊！可以打下来。我可以打下来，那 Yolo 的反应没问题啊，一定打不到。要挡住！干，还不能劝板，好可怜。应该可以啊。好，这个。哦。干，好险啊！太夸张。应该后跳才对啊。跟着谁跳？这个角色不行啊，我不要玩这个游戏，我等下回去把这个片子给卖了。啊！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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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啊，这个你要让人家猜左右你的气条。你到底有没有打他？你到底有没有打他？太搞笑了！哈哈哈！又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就这样一直折死他。哦，漂亮漂亮。哇，好远啊！香蕉皮啊！哎呦，没中。好，指令头。哇，好痛。又是香蕉皮，香蕉皮不能长超白。啊，真的好难反应哦。香蕉皮不能挡啊。对，而且他六六超快的，这没水准啊。又来啦！滚了你！丢人现眼啊！我日常都输分，都没有你那么难过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丢人现眼，他玩很久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个很烂，今天的比赛很久，好不好？这个小子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今天的比赛结束啦！好，谢谢谢谢阿弟啊！啊，还有啊？没了？你要跑了？没了不打，这个谁要赢掉啊？结束了，这个做坏啦！他就丢个铁链，然后那边抓，而且他抓的时候，香蕉在你下面，你跳起来，你还落地，还是被香蕉打、啊？是啊是啊，我们都看到了。阿比要换你怎么打？他不能打、啊。他丢香蕉，他过来再跳就好了。他是老师懂，老师懂，不会，业务都说老师懂，业务都说老师懂，我刚刚都不讲，业务都说老师懂，不会打你就玩老师懂，打我就打你，业务都说老师懂啊。还有哪只？村里村里村里啊村里啊村里，我们将军我看不懂，将军很帅啊。叶子都说老系统。村里啊村里啊村里，你聊太无聊了。叶子刚说老系统。你不是蛮强？对啊，他们说你会用老系统吗？我没有练，我真的没有练。将军啊将军啊将军啊将军，方你看得懂吗？方哦。你想打看？啊不要啊，那个拉洛啊，你用拉洛，我想看拉洛怎么玩。拉洛。拉洛啊！我有看过小象哦，哇！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拉洛，等一下观众会进来打啦。很多拉洛吗？也会。把我表板出来哦，把我爆出来哦。我将军那么高啊！哎，真的哎。S 角跟古代战士一样。这家将军真的还不错啊。无聊。什么啊？可以这样子哦？对。没有无限恶魔倒转。哎，我很乖。瞬移。这一代将军的重脚超强。唱歌，唱歌。对空啊！好的，起身按那个站中脚两下，很快。哪的几个要来吗？哎，闪过了。瞬移，将军以前也是超强。他刚刚剪刀脚偶尔会倒，我就放下。打我啊！哪一刀啊？
瞬移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点呢、欸？赛酷破！倒转，喂，前摔 ，dash 两次，完了完了，飞石跳两次，好，这个没，哎、欸，直接选择 B 里分手，哇、哦，假的，那假的，那假的，这真的吗？真的 ，ES 是真的，神经被那一直压就好了，但要花一个气嘛，对啊，花一个 B 技巧。好、哦，你说刚刚那个吗？反击啊，对啊，反击是花半格啊，一格啊，一格红色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反出来过，我到底怎么反的？有挡住的时候往前搬，按三颗拳。要往前搬？对，要往前搬。不能往后搬。就是挡住之后往前搬。你先挡住第一下，然后反往前搬。哦。不麻烦，可以直接按就好了。哦，你说吸力反，直接吸力反。哎呦哎呦！哎，你看想要压他起身还不行，有没有？这个超快速解啊，他是很快啊，终于速摔就好了，速摔，摔五伏啊！好有，好漂亮，连段。直接反击，这是反击哦。对，因为有的手反击为什么会摔？他每个人反击不太一样哦。对，只是他摔完了就白血了。哦，对啊，没有扣。哎呦，啊，这好鬼王有机会啊！嗯，好，指令筒，我去了。哎呦，不错啊！来呀！好帅啊！啊，对空没有？哦，一下子就被推进角落。没举到，血摔。剪刀脚，这尖端不能去啊。倒转完也不能去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倒转完也不能去。神经病，哪有不能去的？都机器的嘛。好，一样 V 流手，努力啊！哦，对，都有了，反应好哎。啊，暗杀！哦，小炮台，这哪看得懂啊？这你看不懂，我怎么看不懂啊？他怎么打背的、啊？我第一次打出角色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啊，将军是第一次，有这些人，太少人用了。好有，哎，可惜。哦，又又被踹了。哦哦，还是可以啊，还是可以，手刀劈一下。啊，被炸了！哎呦，哎呀，这对空没有，完了，拿命！啊，好，没水准。没看过，是没朋友啊，没看过的东西。对啊，好，所以啊，战绩表应该出来了吧？出来了啊，要等了一下。好，在我们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就跟你说，巴黎真的会没朋友、啊，快回来啊！巴黎那个真的很夸张，冠军直接坐三天的那边惹人厌，对啊，你看那边惹人厌，还在那边惹人厌。我觉得巴黎那个香蕉后跳吧，后跳人神最好。好，我们的战绩表来看一下，所以 RB 是四战全胜，然后 Yolo 是三胜一败嘛，然后好鬼王是二胜二败嘛，
那基隆东是三败一胜啊，我是四战全败。那我封测完了那么久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给他个特写，输了一个，请给我个特写，输了一个十分钟的。我为了封测还去买12980的 PS4，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买了没两个月就变成10980了，现赔2000。哦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就为了第一次封测，现赔200了。对对对，2000。他加多降2000块，他降很多，对，他降很多，他就希望大家买啊，对啊，气死我！好啦，所以呢，赔了2000还是要做那个，虽然说亏了2000块，要做那个方的动作姿势，我做方的那个胜利姿势，好吧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那个比较好。不要你做方的那个必杀姿势啊，必杀姿势那个，我的，然后必然的这边有棍，对对对，那个。撑住啊！我去，要用一个，要不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就够了，还两个嘛？要一个不搞笑？哎，怎么做啊？怎么做啊？你就趴在上面。你说呀？以 C A 的动作啊，一个就够，一个就够了。两个不要一个啦，一个啦，一个脚跟手才会比较服帖有行啊，那肚子要很用力耶。可以啊，一个这样，这样好像。来来来来，给我们，给我们，一个哟。一个哟，切！好了，大家开心就好了。看到大家开心，卢比就开心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啊。所以我的话题也不用在聊天室继续讨论，好不好？不管我白天工作迟还是怎么样，这个跟麦卡贝都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好不好？那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哦，大家的 PS4 跟电脑就准备好，开机啊，开机啦，开机吧，对，开机吧，开机吧。你也是等很久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卷袖子，没看到，卷袖子，都在卷袜子了，卷袜子。好啦，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广告之后回来呢，就是观众跟主持人的连线大对决啦。千万不要打我啊！好，休息一下。记得选西装啊，他是吧？